二。陈月美跟马恩童说："你不能把脚踏车骑到学校里面来。"很好，好，再来三，中后还没好吗？哦，诺蒂老师，好，那你先想，我们先看五。五是曼肥。马安童打算把红包送给新郎和新娘，在趁喜酒的时候。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中文比较尝试。时间 time and do something，所以马安童打算在吃喜酒的时候做什么？请你再说一次。马安童打算在吃喜酒的时候做什么？马安宗打算在吃喜酒的时候，把红包送给新郎和新娘。对对，好，那这里说的是这个红包，这个红包。好，六呢？我不打算把房子里的家具，留给下一个租房子的人。很好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后面七。清初，马安童把手机放在背包里，很好，八。李东健把电脑展的资料存在随身碟里。很好，哦，九慢肥。马安童问。拜如意，我把电池放在客厅的左边，好不好？很好，好，十青珠。你把钱存在银行比较好。很好，好，中后好了吗？Number three, ten 老师。哪个？嗯，三好了吗？三，那请你说。李东强把，三，房东跟李东健说什么？房间门锁，房主，你能不能拿到我家来？好，那请你用"把"说一次。你能不能把房租拿到我家来？很好，很好，好，四。是是，云南中心，语言中心。语言中心，大体主任。主任，哎，sorry，主任，那可以考面临这个月的薪水。好，请你用"把"说一次。有人中心把给主人好，这里把给哪个可以被 relocating？Which one？哪个可以 relocating？薪水吧，薪水。OK，Yes，薪水。好，所以我们会说把这个月的薪水。这个把月的薪水。这个税的薪水
那可以考面临。好，那请你再说一次，语言中心主任。主任，语言中心主任，把这个月的薪水拿给高美玲。好，中后懂不懂？有没有问题？懂。你在练习这个时，可以怎么说？中后 ，Yes， 老师。请你说这个。嗯。怎么说？用把。嗯 ，OK 你。你把，你把转天，天才，现在一行里比较好。你把钱存在银行比较好。中后有没有问题？OK， 老师。好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刚看过了，我们看过了 dialogue， 那我们先练习听一次。老师，老师，那你说，你说，我可以问一下吗，老师？好，你问，你问。那个第四题。第四题，嗯。哎，不是第三题，第三题，第三题，那个房租不是租房子的意思吗？还是这个、哦、钱给钱房租，租房子，租房子才是。哦，租房子才是租房子。如果房租是房租费的意思，对对对对，钱钱的意思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那我们先听一次。